如果我哋唔生小朋友，咁喺香港有咩所谓啫？我系有眼湿湿咗好多次，亦都有惊我会唔会永远都翻唔到去香港咧？恭喜发财！BNO 簽證出爐啦，好多家庭理性上知道離開香港是好的選擇，但情感上又放不下香港的一切。踏入牛年，我來到倫敦拜訪一對移民英國一年的年輕夫妻，聽他們講下倫敦的生活和怎樣在英國煮團年飯。 Hello， 我是 Desiree。 我是 June。 其實我們就是上年差不多一年前到的，還有幾天我們就一週年。Desiree 和 June 的爱情故事在大学 O-CAM 开始，拍拖12年，18年拉埋天窗，正式成为容山容太。上年就系专登拣咗农历新年后，咁可以同屋企人啊、亲戚啊一起 gather 埋，然之后先至去离开香港咁。咁所以嚟紧呢一个农历新年咧，就我哋第一次得我哋两个人去过咯。年初就系咁样，冇嘢做，唔会有地方去拜年或者派利是。Desiree 从事电子商务。June 就是电子工程师，在香港收入稳定，但是计划生儿育女的他们觉得移民英国才是出路。其实在香港生活真的好辛苦，究竟我们买不买楼啊、但是你用那么多钱是就是买豆样那么小，你觉得值不值呢？但是你不买，我们怎样组织个家庭，第时有小朋友怎样生活呢？即是我们成日都说，如果我们不生小朋友，在香港有什么所谓呢？所以也都有 target 我这几十年。很简单，你教一个细路，你系会好想佢做一个正直嘅人咁样噶嘛？咁但系当你望住啲电视啊嗰啲嘅时候，你会发觉个个都好讲紧大话嘅，系啊。咁你点样去再同佢讲呢样嘢咧？适逢香港公司派 Desiree 嚟伦敦工作，两夫妻就把握机会喺英国落地生根。大概20分钟就可以去到。呢一间我哋都可能一两个星期都嚟一次，因为都买到啲新鲜嘅海鲜啦，个价钱都平。Big one is there。 我們買了 C80， 平時都是會買這款就這麼蒸就已經很正。這類亞洲超級市場還有什麼賣呢？4.95就已經成功，是不是真的美聯航空馬來西亞？3.98，隔壁就有個金紫地區，沒人來拜年了， lock down 不用賣了。今年倫敦現在有不少又大又齊全的港式超級市場，要买齐材料煮出香港味道都算方便，但要同亲戚朋友相隔半个地球，大时大节会唔会特别感触呢？每逢佳节倍思亲呢样嘢系真嘅。呢一年 ，Desiree 每一日都会打翻香港同妈咪倾偈。妈咪，同妈咪都会想令到佢唔好担心先啦，令到佢唔好觉得寂寞先啦，唔会话啊掉低个女掉低咗我喺香港唔理我咁样。兩個星期才見一次面嘅啫，投訴咁樣，但係依家反而佢日日都會打嚟，就覺得好似同佢好近咯。要希望大家即係同姐夫喺嗰邊就小心啲咯，都希望快啲疫情好翻之後就大家見面。始終係第一次冇得喺香港過年，佢哋仲有咩方法一解思鄉之愁呢？会食翻餐丰富少少嘅，当一个团年饭咁样。你会有一只鸡啦，有鱼啦，有菜，跟住仲有一个泡芙嘅。泡芙系一个咩菜嚟啊？其实我都唔知道。其实我都唔知道，即系我婆嘅菜咁样咯。应该可能系上海嗰边啩咁样。试验阶段咯，我唔知道成唔成功。为咗还原婆婆嘅味道 ，June 用咗成日准备呢道手工菜，舒缓空隙。除咗凭住香港嘅味道，点少得？同声同气的人情味。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，英国住屋的密度低啲，早轮游你之间的关系反而仲亲密。咁样样好手势啊 ！Happy birthday，tomorrow。哦系啊，自从你上年嚟咗，就太好啦。有啲缘分，跟住就住咗喺附近就识。香港周圍都是香港人，但係呢度唔係好好珍惜，係啊，互相幫忙。咁而家佢哋第日有細路，我哋又會幫下佢啦。雖然好多人擔心移民英國收入會少咗，但對於 June 同 Desiree 嚟講，賺翻見面嘅時間反而更加寶貴。你幾時放工啊？其實佢好中意煮嘢食嘅，但係。
好可惜喺香港真係太忙啦。而家係整緊啲咩啊？水浸雞，温水煮雞，係，即係好似真係有翻我老公咁，可能好誇張，即係唔係？但係真㗎，即係之前咧喺香港嗰時候會成日諗。啊，點樣繼續落去咧？我成日我諗第時咧，佢份工忙到咁咧，我到有咗 B B 要生嗰一刻咧，你都唔喺我側邊，你都可能會話我要做埋呢一份嘢先過嚟。咁但係嚟到呢度就覺得啊，其實真係好似好適合佢，同埋就因為佢唔使咁忙咧，我都猛照咗佢好多咯。係咪覺得温柔咗呢一年？嗯，好似啊，好似婆婆整嗰個正。不過婆婆好吃一點，有沒有放鬆？沒有啊，看得多漂亮。在這裡煮飯不是純粹為了稍後吃那一餐，而是大家在煮飯的途中，會談談今天發生了什麼事，是一個聊天的時間。當初經常在我說，哇，你在香港八點多還沒回家，現在我們已經吃完飯攤在沙發又吃緊真的差很有得必有失，得两个人的团年饭始终是争咁啲嘢。得两个人吃不到很多餸，要搞成系咯，都要搞成日，都系会煮嘅。之后不过都点都唔够喺香港食团年饭，同埋食开年饭咁开心。香港前景咁唔明朗，佢哋都有做最坏嘅打算。其实亦都有惊会唔会我哋之后就突然间原来翻，永远都翻唔到去香港咧咁样。而家好难估计所有嘢都。所以其实。即係連我哋屋企人都係會有需要 prepare 呢樣嘢，我哋有機會永遠都踏足唔到香港呢個地方。我只係話見步行步咯，呢一個時候咁就睇下我哋盡量喺呢一度點樣可以，你可以話安身立命。祝所有香港人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耶耶！記得訂月果子啦，仲要撳埋個鐘仔添啊！